Hello，大家晚上好啊哈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 Ivy。OK 啊，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大晚上的抽出时间来聆听我们这个超级激情与速度的一个计划哦。啊，其实我们说今天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新闻是讲说，今天国内有一架班机是坠亡的，大概有100多个人都已经就是死亡了啊，就很可惜哦，看到这种新闻就很心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说，生命是无常的，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明天是会更好，还是应该已经是没有明天，这个我们是很难讲说了。包括你看现在疫情那么严重，很多人因为中了 COVID 的关系，你中的那一刻可能只是普通的来感冒这样子，把后面的后遗症的话会让你很辛苦啊。就算是说今天因为你后遗症的关系，所以你工作上面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那么的精力旺盛，然后导致说可能你的生意啊，或者说你是打工的也好，很多时候都很难去跟别人去就是 bonding，就是跟别人比啊，就很难，因为你身体不容许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讲说，现在来说，你要想赚钱吗？赚钱容易吗？赚钱其实不容易的。今天不管我们是有多努力的去赚钱。啊，我们讲我很勤劳的去做，每天去做，OK。可是你赚到的钱，真的可以跟你以前的赚的钱相比吗？现在很难了，因为现在不管说你是去外面消费啊，还是怎么样，你是不是都会变得很谨慎？因为现在感觉就是你来钱不会像以前那么稳定，因为以前就是经济稳定嘛，然后现在的话，全世界都是一样，都被疫情影响了嘛，对，都是被重创了，整个经济，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导致很多人是失业还是怎么样？即使你今天做老板，你也是很难说营业额跟以前一样哈。所以今天是不是跟你勤劳，就代表说你越赚钱，那也未必的。但是如果你勤劳加上你有一个聪明的脑袋，那你肯定也赚钱。比如说你做一个小贩的，跟你是开一个超市的，超市的是不是会比做小贩的他们经营的领域更多啊？做超市的就会比较精明。就是我的意思是想说。maybe Tesco 那一些啊，就他们会利用各种的资源去赚钱啊，他们赚的就是一个大钱。我们说啊，那今天呢，来到我们商营呢，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啊，哈，是我们普通人很难去寻找到的一个机会。那刚好我们商营呢，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然后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 idea，然后我们就开始通通为这个 idea 去付出一个行动，OK。然后包括今天说，如果你是在加入商营的话，你会有一个机会。啊，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免费的汽车呀，啊，包括说可能什么 Mercedes、BMW，通通你都可以有机会在这里实现，或者想说你要环球旅行、环球世界啊，环游世界都好啊。如果说你自己去很难实现，对不对？因为你看那个价格就46000嘛，哦，但是今天在商营的话呢，你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免费的去跟我们商营的全体人员一起去这个环游世界哈，非常的棒啊！前提是什么？大家要相信哈啊，相信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力量嘛，对不对啊？我们相信，加上我们去判断啊，我们看到的未来是别人看不到的，那你就会比别人更快一步成功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商营。管理有限公司哈，我们商营如果说中文的话，商营就是三赢的意思嘛，就是说我们想要的是公司除了赢，公司也可以赢之外，消费者，然后还有我们的商家，我们的三方面都会稳稳的一起去赚这个钱哈。我们不是说只是公司赚就好，我们这是要经济稳定哈，全马人民都有这个机会啊去赚到这个钱。OK，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背景啊。我们公司呢，OK，在去年三月二十六号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啊。到目前为止，也就大概是1年的时间了。那我们下个星期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1周年了嘛，哈。所以我们为了配合这1周年呢，我们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计划，OK，然后也会送出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奖励啊。然后呢，我们商银呢其实是一个正规公司哦，大家不要想说啊，我们会不会是 money game？我们不是 money game 嘛，先跟大家讲清楚。
OK，因为我们公司的话，其实已经是有缴足这个资本150万的，OK，而且我们已经也是有去申请我们的这个直销的一个 license，是 under process 的，所以这个的话，大家是不用太担心的，我们是保证是合法的一间公司哈，而且我们做的东西都是正规的啊，也是有经，我们也是有去缴纳所有的 ST 之类的东西是给政府的，所以是受到政府的一个认同的一间公司哈，而且我们的公司呢，其实就在怡保。啊，霹雳州怡保的这个Bertram M Bank 那边楼上罢了。OK，如果大家是有时间的话呢，也是可以去参观一下。拜拜，来之前一定要先跟我们预约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疫情是真的很严重了，对吗？每天的话可能都20几千、30几千。如果我是我今天我昨天才跟我中国那边的朋友聊天，我跟他讲说马来西亚这边每天的20多千、30千啊，然后他们就吓到哇，有没有这样够力？因为他们只要是在市区里面有发现到一单两单，他们就已经是人心惶惶了，每个人已经不敢出街了。每一天、每个星期都一定要去做这个 COVID test 的，只有我们 Malaysian 是有 special case 的时候才会去 test，而且还是自己去 test 的哈。啊，我们还要自己去买那个 COVID test 回来自己去验的，OK？啊，来，其实我们商银的话呢，我们的业务其实是很广泛的，因为我们不只是在 online shopping 这一块，OK？我们除了有 e-commerce 之外，我们也有自己的餐馆，然后我们有实体店，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cryptocurrency，就是我们的数字货币等等的哈。所以我们的领域其实是很广的啊。我们要做的东西，我们的梦想也是很远大的，是一间非常有活力、很年轻的一间公司。然后每一个月、每一年，我们都有持续的再去进步、再改革，让我们公司变得越来越好。OK，啊，而且同年的话，我们也是有得到我们的这个国家消费人行动议会的这个认同啊。这个 MTPN 呢是安的这个贸销部的，所以这个是国家认同的一个机构来的嘛。OK，所以我们是得到他们的批准，然后他们也认同我们，并颁发了我们这个奖的哈。所以我们讲说非常就是 congratulation 啊，就恭喜我们三名哈。OK，而且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创办人呢，Dr. Sri Eric Chin 呢，也是有被委任成为他们这个 MTPN 的一个议员了哈。所以大家不用怕，这个部门的话呢，这 MTPN 部门为什么会成立，主要就是来说，如果想说你们在马来西亚这边，尤其是因为我们是负责怡保区嘛，我们这个是霹雳区的，OK。所以如果说在霹雳区这边是有比如说你们商店，OK。有顾客去投诉说啊，这间商店他卖的产品比别家贵，比市价高太多的话，我们是有这个权利，OK，我们是有这个权利去采取这个行动，去调查说，哎，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啊？你们卖的产品会不会是跟客户讲的一样啊？我们会调查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的一个部门来的哈啊，所以我们打到去 Eric Chin 呢也是非常的厉害了哈。OK，我们其不管我们不只是有这个得到国家的认同啊，我们每一个月呢，我们也会有做这个慈善的活动啦。OK，所以我们也得到了这个关怀社会基金会颁发的一个责任证书，是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我们说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啊哈，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我们才会拿到的这个责任的证书了。OK，同时呢，我们达到是 Eric 呢。也是我们的霹雳州的一个主席哈，我们的那个慈善基金会的霹雳州主席。OK，然后我们创办人呢，Dr. Sri Eric Chin 呢，他是非常的精通理财方面的东西的，他是我们的这个金融系的权威导师哈。在过去的20年里面呢，他都是专注在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金融领域啊，所以他在短短的几年里面，他是有成功的帮几家的这个美国这个集团啊，成功的上市去我们的这个美国纳斯达的这个上市公司了哈。OK，他同时也是这几间公司上市公司这个董。然后呢，他是在2004年呢是被颁发我们霹雳州苏丹封为 PJK，然后2006年呢也同时获得了这个 PJB 的头衔。在2007年呢啊，他也被几家机构啊。承认他是对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他也得到了 Dr. Sri 的这个头衔了，非常的不容易啊哈。然后2017年呢，他还得到过这个至尊企业的企业家大奖。OK，我们说我们的总裁真的是很不得了哈，非常的有来头啊。
因为他过去20年嘛，他都是专注在这个金融体系，然后人现在的话，他就慢慢的退出来，然后 focus 在我们商业这一块，因为他觉得说现在的这个 trend，我们现在的这个潮流啊，不管说我们现在的潮流已经慢慢的改变了，你会发现到由疫情之前到现在的话，以前每一次我们都一定要是 cash 买东西，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到，诶，现在我可以不带 cash 出门，因为我现在基本上。像我自己本人啊，我自己基本上也是比较少去带现金出门的。我一般可能都是用 e-wallet，我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 Cash & Go 跟 GrabPay 这两个我用的最多了。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的，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很享受那种我不带 cash 出门，等我就可以吃喝玩乐都没有问题。OK，当然我们是希望全马都通行，但是毕竟有些地方的话，他们好像上了年龄的，他们不太会玩，不太会这种 e-wallet 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还是会接受 cash，但是我们商银呢，就是想说慢慢的让全马的人民都可以 OK 感受到，而且享受到不用带 cash 出门的这个乐趣，你知道吗？其实很好玩的，就是你出去，你拿着一接电话，然后滴滴滴就可以付款了，是非常的方便了。OK，我们说在这个疫情的时代的梦想计划上，我们这个计划呢是结合了这个天网、人网、地网的哈。啊，怎么说呢？啊。首先，我们的这个精明消费全球五大分红奖励计划，OK，我们有分为五个机制，OK，有分为五个机制啊。首先，我们先说我们的配套好了，我们只有三个配套罢了，OK，50美金、100，然后还有500美金的，换算回来就是大概200、400跟2000块的马币左右啊。我们每一个配套呢，Silver、Gold、Diamond 都好，sorry，我们都是以这个 VV 去计算的，OK。Silver 的话就拿到这个30 BV、60跟300 BV 啦，OK，分别每个配套它所得到的积分都会不一样的，OK。同时我们也会送出，OK，送出五十粒的罗卡币。现在罗卡币大概是在0.25的这个价位啦，OK。但它半年过后呢，我们很大可能啊，会把这个价位去推到去3块4块左右的，OK。所以如果大家有罗卡币的话呢，你们可以留着，OK，可以留着，不要说急着去卖，OK 吧？你如果有看到便宜的，你也可以去买回来哈，OK。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推荐奖励哈。我们这个商银的这个计划是非常好的，我们会有推荐奖励，还有这个对碰奖励，OK。推荐奖励的话就是 fixed 的咯，每个都是50%，OK 吧？对碰奖励的话，我们会有分为你的 category 的20、25啊跟30啦，最高的去到30%。OK，可是每一个配套我们也会有封顶的哦，就是你每一个配套你最高的封顶，Black Silver 的话，你会去到200块美金。OK，预计起来你200块美金，然后一个月的话，你大概会有6000块钱的收入，是美金哈，我这里暗算的是美金。OK，我们商银的话，我们这个计划呢，它是有5个赚钱的方法。OK，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是目前为止啊，全马是第一家有这样子的一个 concept 在了哈。然后可以给到你们有这样多的一个为这个方法去赚钱的，包括我们有这个推荐奖励、对碰奖励，还有领导奖金，还有这个豪华的这个机保啊哈，还有这个抢购分红。然后我们也想说呢，我们配合我们3月26号啊，商银1周年的这个优惠呢，我们只要你介绍两位。OK，两位是参加我们的正拿，我们这个50块的配套的话呢，我们就会额外送你一个50美金的这个罗卡币哈。如果说你今天是介绍4位的话啊，你就得到100美金的这个罗卡币。如果是你今天拿的是100块的那个配套的话嘞，OK，你推荐两位，那你就会有100美金的这个罗卡币啦。所以我们说是非常划算的，这个是额外给你们的这个 bonus 啊。是只有在我们的这个周年庆的时候才会有的。好，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推荐奖励哈。我们推荐奖励的话呢，其实给大家最简单的 concept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我只是装一个 silver 的 plan 啊，我只是拿一个50块美金出来，我只要去找三个人，OK，我三个人我就会有这个45块美金的收入了。OK，45块美金的收入就跟你的成本差不多，你已经可以拿回本了的，所以我们讲说，你只要推荐三个，你就可以拿到这个bonus 了啦，非常的好。OK，同样的100美金的100块的配套的话呢，我们也会拿到90跟500跟450的。
OK，然后我们想说，如果今天呢，你是一个五十块的配套的话，你拿五十块配套 Silver 的配套，你推荐两位，OK，你马上会拿到这个100块美金的，这个就是马上回本的意思哈、哦。你推荐两位的那个 Gold 的配套的话，你就马上就回本了，OK，你拿到收入的大概是72块美金，而且我们还会额外送你50美金的 Roca Beef 还有产品。OK，如果你是这个 Gold 的配套，OK，你可以推荐两位500块的那个配套，马上就回本，你赚的钱是375美金，然后我们还额外送你100美金的罗卡币，还有这个产品哈。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的一个对碰奖励哈，这个对碰奖励呢，每个人都非常的期待。为什么？我们这个的话，你看它最高可以去到38险的哈，OK，最高去到38险。今天 for example，你拿的配套你是一个 diamond，OK，然后你的下面你就是你推荐了左边跟右边，因为我们今天是只是走双轨啊，我们不是三条线，我们只有两条线罢了，OK，然后今天的话你推荐两条线的话呢，等一下，OK。你捐了2条线的话呢，你就会有额外获得一个38险的一个对碰奖励了，而且我们是无限带对碰的。OK，我们的话呢就小区碰大区，如果说今天没有封顶的话呢，大区会保留啦。啊，如果是今天封顶的话呢，大区是不保留的。所以很多人为了去maintain 这一个大区的这个积分的话呢，他们都会去重新的去。activate 他们的户口的，就是他们会去 repeat 这个 sales 啊，所以我们会得到这个 repeat sales，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每个人讲说，如果说大区碰小区啦，then 我碰完了过后，我大区怎么办？所以我就要每个月的话呢，你只要去拿一个50美金出来，然后你去来一个 renew 的 license 这样子啦，我们就可以给你去保留这个大区的积分。OK，一样的，如果想说呢，我们今天拿的是 Silver Plan 的话，对碰的那个奖励是只有28险哈。For example，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封顶是1200 BV 的封顶啊，OK。然后你拿的这个是28险，你每天对碰28险，OK。封顶的话是200，因为你的这个 Silver Plan 它封顶是只有到200罢了，每日最高是200啦，OK。Then 如果说想说，哎，你要拿这个四十，你会觉得，哎，我拿啥四十怎么办？你可以去 upgrade 你的 plan 的，你可以去从你的 silver，你去 upgrade 到去100美金，就是你 upgrade 多一个50美金啊，你就可以升级到去300的这个封顶了的，OK，然后你就可以240，你就可以拿完了哦。如果这边给你算的话，如果你每一天200美金的话，赚200美金啊哈，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你会有一个6000块美金的收入啊，好吗？其实已经是非常好了。你不用怎么样去努力的工作，OK？你除了白天有一份正职以外，你下班过后你还有这个 extra 的 income，而且这个 income 是比别人那么多家的直销公司哈会来得更高，OK？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了哈，OK？也同样，如果今天想说你拿的是一个 silver 一个 gold plan，就是100块美金的，等你的对碰的 percentage 是25%。然后它的封顶是300块的啊，一样的一个算法咯，封顶也是到1200。然后如果说你是要如果说你是要去免你要保留大区分数，你就要去就是 repeat sales 一样你除了你去每个月你去给一个50美金之外，你的下面的人也是一样的，OK，所以你就得到一个无限次的，不好意思啊，sorry，我看一下是谁，还没。不好意思啊，OK，然后这边的话是一样啦。如果说你今天的话是无限带九个人封顶啊，你九个人封顶的话，你2700 BV，OK，你拿的是一个38险，等你封顶是800块，然后你每个月下来你是24千美金啊，24千美金，所以我们说是已经是非常好的，而且你这24千美金里面呢，你其中里面有28险。我们会帮你们放在这个 boost up plan 这边，这个是 automatic 的哈。这个的话呢，是我们说你赚了24千美金里面啊，我们会奉献这个
70块美金去这个 Bursa Plan 去帮你，我们说 unlimited 啦，去帮你赚钱的。把这个的话，你就不用怎样去看它，你这个就是放着罢了。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你把钱放进去，然后里面也会重复的把钱放回来我们的这个Plan C 这一边啦。所以我们讲说，你只要放一个70块美金啊，那边就会帮你去翻倍啊，翻20倍啊，1386块美金了的，所以你想一下啊，你24千里面你拿28千的话啊，大概就是4800块美金啊。OK， 4800块美金你放进去 Bursa Plan， 它可以帮你创造多大的一个收益啊？一个 20% 罢了啦。OK， 二十倍，我们讲20倍啊哈。OK， 你的收入就已经是非常可观了，这个是我们是 extra 的 income 来的。OK， 然后呢，其他的我们所有的收入呢，58千呢，我们会放进这个 reward point， 然后还有38千呢，会放进这个 VIP point 的。OK， reward point 的话，你们是可以去 cash out 的，以后可以 cash out 的。然后 VIP point 的话，你可以拿来缴纳水电费啊，然后公车啊，公物资啊，或者说你是online shopping 要买东西啊，还是你去店家消费啊，你去好像你要吃饭，还是你要买电话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哈，都是可以用这个 VIP 积分去兑换的，可以用来去消费的。OK， 然后我们呢啊，配合这个3月26号的这个周年庆呢啊，只要你今天注册的话，我们会送你一个88块美金的购物券，大概是有360块马币左右啦。然后 OK， 你充值，你今天就想说我充值一个直接去 Diamond 的 package 的话呢，你除了成为我们的终身会员以外，我们还会额外送你这个10份的这个价值500块美金的产品哦。OK， 然后而且你在26号之前充值的话呢，我们会再送你这个500块美金保本的罗卡币。OK， 而且你今天每介绍一位会员 ，OK， 公司会给出58千的介绍费给你。OK， 等你左边跟右边 ，OK， 一边是150美金嘛，然后你左右两条线的话，你就会有一个300块美金了。然后同时你介绍两位会员，公司也会给你30% 的这个对碰奖励啦，大概是有90美金。OK， 而且呢，公司还会额外再送你一个300块美金加326块美金的这个罗卡币啊，换算下来你总共可以拿到多少？可以拿到的是2014啦 ，OK， 2014 ，OK， 这个 amount 这个美金哈，我说的是美金 ，OK， 所以我们说是非常的划算，而且是在我们周年庆才有的活动啊，千万不要错过喽。除此之外的话呢，啊，我们公司呢也是非常的嚯，真是超级鸡宝啊，今天呢，我们不只是有钱赚 ，OK， 我们还会有这个机会去得到这个免费的汽车 ，OK。你今天你只要累积你的 BV， 因为刚刚讲那左刚刚说的那些呢是你的业绩，除了你的业绩之外，我们还会去 separate 一个部分，把你的业绩换算来这边，这边的话是会帮你去accumulate 的，就会帮你去累积的 ，OK。比方说你左手边 ，OK， 你左区的 BV 有150千，你右区有150千 ，OK。我们就会给你一个价值12千马币的这个 MyV 点五的 ，OK。如果你说今天觉得 MyV 很小家 ，OK， 那你可以啊累计，你可以继续累计的 ，OK， 累计换这个 Broadband S70， 或者说你不要换汽车，你可以换公寓，可以换别墅 ，OK， 或者说哈，你今天我想要去旅游，你也可以去把这个分数累计起来去参加我们这个环游世界的这个plan 啊哈，然后这个的话呢是90天 ，OK， 然后我们会有去包括有美国，然后也会有去看这个北极光 ，OK， 大概有20几个国家啦，我们说，而且是跟全体工作人员 ，OK， 包括我们的公司里面的重要人物啊哈，全部一起去的哈 ，OK， 以及所有的领导，我们都会有机会，然后一起去这个环游世界的这个cruise 啊，我们讲 peaceful 的这个配套哈，所以非常好。如果今天你想说啊，我有积分，我想要先用，你也可以是先换掉 MyV， 然后你再累积，你再换公寓换别的都可以的 ，OK。而且这一个的话，我们是累积你团队下线的啊，首购跟重购的所有的 BV 哈，所以不用担心，不是你一个人，是一个团队，你底下的团队所赚到的一个业绩哈。OK， 还有一件事哈。OK， 我们除了这个以外呢 ，OK， 我们还会有一个什么领导奖金哈？这个领导奖金的话，我们有分为 OK，
我们有分为大概有五代 ，OK， 八七六五四哈，每个 percentage 都不少哈。你的如果说你今天 OK 只是推荐一个人的话，你也非常有机会去拿到那个100万的哦。不要讲说搞搞修啊，搞整件不是哦。因为今天的话，你只要你推荐一个人了哈，你就可以赚他里面的8%了。OK， 就是他的团队啊，就他个人的话，团队他如果说他今天一天他赚800块，他每天对碰的奖金是800块的话啦，你就可以赚里面的8%。所以大概会有$64 ，OK。OK， 啊，我这边的话，我会跟大家大概讲解一下哈。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如果想说你今天推荐一个人 ，OK， 你推荐五个人的哈，五个人的话都是拿 Silver 配套的话，那你的收入的话大概是有一个8%嘛，每个团队下来的话就30千，然后你的8%是你的这个 percentage， 等你可以拿到的是2400，然后他底下第二代，然后还有第三代，等第四代，还有第五代的，每一代的话，它累计起来的话啦，你大概会有这个，大概有99万啊，我们讲99万啊，所以讲说100万可能吗？可能的 ，OK， 因为毕竟说你的底下的你下线的话，不一定全部都是 silver 的配套嘛，他们可能拿 gold 的配套，如果 gold 的配套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数目啊。1.4 million 了 ，OK。如果是讲说你 diamond 的配套就是2.9 million 了啊，所以这个收入的话是非常的可观的哈啊，慢慢的去累积哈，你会看到这个收入非常非常的可观。OK， 所以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会把你所有的 Power Plus Plan， 刚刚我所说的里面的20%全部会投20%会投入去这个 Boost Up Plan 里面的 ，OK。每一个位置大概是$70 ，OK， 等于你可以拿到的收入啊哈，大概是20倍马币，大概就是5544，这个是你的你可以拿出来的 cash 来的 ，OK， 你自己个人使用的，然后我们会 automatic 去帮你重复 ，OK， 你重复都贡献十个账户 ，OK， 所以它重复帮你去复投的话，你总共拿的是55440啊。OK， 怎么样算这个55440啊？我先大概先跟大家讲一下。OK， 首先我们的 plan 很简单罢了。OK， 大概40个人，我们就会有一个人出啊。OK， 就是40个户口啦，就会一个人出；80个户口就是2个人出；120个户口就会3个人出，以此类推啦啊。然后讲说，哎，今天你是排在第一个，你已经有40个人了，等你就一个人出吗？等你重复去投的那实力呢，就是会在41到50，它会有一个代码给你的 ，OK， 它会有一个编号给你啦，所以你不用讲说担心，哎，几时轮到我，这些你都不担心，因为它全部都已经有号码了，走到多少，我们也会清清楚楚的给你们看到的 ，OK， OK， 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呢、这边的话，我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OK， Boost Up Plan 是怎么样的呢？就它就来一个 EPF 这样子啦。EPF 的话就几%，我们这个会有20%的一个收入啊，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可观。OK， 然后每四十个账户进来，我们就会有自动出场一个账户。OK， 它的是怎么样算的话哈，然后$7040个账户的话，大概是有$2800。OK， 然后20%是for公司的这个 admin fees，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他会 automatic 帮你去复投实力的，所以那边的话也会去掉700 ，OK， 然后剩下的话我们也会去分为几个部分，包括60%我们去 reward point，reward point 是可以 cash out 的，然后 VIP point 的话呢就有20%，就是我刚刚说的，可以拿来还水电费，然后你去商店消费都可以用这个VIP point， 因为这个 VIP point 我们之后也是会结合 Roscar point 的啊，然后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到什么是 Roscar point， 什么是 Roca B 的。OK， 然后还有18%的话呢，会自动贡献去154美金的这个去买这个罗卡币的，去我们这个 AMPM 的这个合作的交易平台。然后还有18%的话呢，就会去到我们的刚刚的那个 plan 啊 ，Power Plus plan 啊 ，OK。所以你总共可以拿出来的，总共你可以用的哈，就是大概是5544，这个是你的 net 的 ，OK， OK，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会有讲到什么？刚刚我所说的，哎，
刚刚我所说的有这个抢购分红。OK， 抢购分红啊、怎么说是抢购分红啊？因为我刚刚有讲这个的话呢，是每一个月的一号啊，我们都会有帮你 renew 一次，这个它会有一点 like lucky draw 的一个性质在里面的。OK，for、okay? example 啊，我为什么我们讲说会保证每一个人他们都会去重购这个配套啊哈？我们讲说，因为刚刚讲的嘛，就是说你大区碰小区，对不对？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没有碰没有封顶的话，大区就保留嘛。可是如果封顶的话，大区不保留嘛。可是如果你要保留大区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就是什么？你每个月的话，你都要去重购哦。OK， 你就要去maintain你的这个账户。OK， 你去maintain你的账户。今天我一个三分了哈，你今天maintain一个账户的话，就是五十块美金嘛。然后每个人的话，他都不想要实行掉自己的那个大奖嘛，对不对？自己的那个大区的嘛。所以他一定会去做重购的，一定会去重购的，所以这样子就会创造无限次的这个 repeat sales 啦哈。今天的话我们讲 OK， 今天我只是重购50美金，但我们会给你来一个 ticket， 这样子50美金就大概一个 ticket， OK， 100美金的话大概就三个 ticket， OK， 而且我们讲说50美金你可以拿到一样产品，100美金你可以拿到两样产品的， OK，然后500美金你可以拿到10样产品， OK， 而且我们会给你15张的这个 ticket 啦，来这样子算的， OK。 然后今天假设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会员的哈，我们其实大概目前是有16000左右的会员了哈，所以今天每个月一号它都好像来一个落货贼这样子哈，一个彩票子的嘟嘟嘟嘟嘟嘟 OK， 到刚好，因为你去别的公司你没有很难有这个机会做001，但是在这里你就会有这个机会去做001啊然后他就会来一个彩票这样录录录录录录到你刚好你今天拿了15张票嘛 OK， 什么你今天拿15张票啊，录到你哎，今天恭喜你啊哈 ，example for 我哎，今天 IV 今天是给我录到了第一名哦 ，OK 001哦，但我就可以拿到这个多少？我可以拿到16000啊，16384 OK 16000 OK， 如果说今天我不是第一名，但我刚好是录到第二名，我也会有一个8000，第三名也会有一个4000美金。所以我在讲这个抢购分红的话，是我们说我们公司目前可能就是第一家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所以真的是不要错过很难讲说，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系统出来，所以大家可能每一天都会有在催我们，哎呀，我们的系统啊，什么时候会好啊，都在等。其实不止你们在等，我们自己也在等。OK， 因为为了要确保完美，所以我们一直无限次的去尝试去test 我们的这个整个 system 所以我们想说要做到最好，我们才给大家宣布出来，一直要去改进。一间好的公司不能一成不变的，就是要一直去改变就对了。所以说我们公司非常好，我们不只是有动态，我们也有静态。OK， 你要实体的有实体，你要区块链我们有区块链，要产品这边我们就有产品了。OK， 今天的话我们的产品其实每一个产品只需要你30BV 罢了，就讲说你无论你参加哪个配套，你都可以去换到一支换到一份我们的自己的产品了哈。目前呢我们是非常畅销，我们的招牌是什么？我们招牌是这个 Citizen 为什么那么好卖？为什么那么每个人都要抢着？其实我们公司已经是出了很多批货了的，然后现在又在进行的货。为什么那么好卖啊？其实主要这个的话是我们的 Dato Street Eric 他在中国的一间公司 OK， 然后他们那边的科学家跟清华大学，中国的清华大学大家都知道名牌大学来的，出来的都是人才 OK， 那边去合作研发的一款产品它可以达到 9.99% 的杀菌功效 OK， 而且它不只可以外用，然后它可以口腔也可以服用的 OK， 口腔然后鼻腔都可以。怎么样用？如果说今天你是中 COVID 的，因为现在很多人中 COVID 的话，他们就是奔着我们这个产品来的 OK， 所以讲说怎么样用，如果你中 COVID 的话，你每半个小时你都喷三下在你的口腔里面是可以吞的，因为它是纯中药制作的口感就是苦的咯，就是苦的咯，你会吃到真的是整个就是那个我们说的中药去制作的所以你每半个小时你就 spray 三下这样子 OK， 所以你要坚持你不要讲说我就这样喷一下然后我可能隔我在晚上再喷如果你是已经做 COVID 了的话，真的就是每半个小时喷一次 OK， 它会去有改善的。刚刚我给你们看的 video 这样子，他们我们已经有很多 testimonial 了的 OK， 他们都讲
被喷了过后，他们痰会少了啊，然后会咳也会改善，他的所有的后遗症都会很快的痊愈啊，都会比较快痊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朋友啊，还是有家人啊，是有不幸患上 COVID 的话呢，啊是可以啊跟我们customer service 那边去咨询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好处，然后还有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售价都可以去咨询一下了哈。而且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什么呢？啊，如果说你皮肤很痒，或者是你可能是有些凹事，你可以喷口腔嘛。然后如果你是皮肤敏感的话哦，好像你皮肤痒还是怎样的话，你拿来 spray 啊，它是可以很快的去把你的就杀菌，然后真的就不会有那么痒了。因为我自己是有在用的，我是有 test 过的。OK，好，然后我们下一款的呢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洁面胶，Honey Refreshing Cleansing Gel 啊，OK，啊，然后这个的话呢，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我们主要的成分呢有这个蜂蜜，然后还有这个 aloe vera 的，所以大家都知道了，Honey 跟 aloe vera 都是好东西来的啊。我们讲说，那些 cleansing gel 的话，好像你普通你去 Watson 还是什么地方你去买的那种十几块的那种 cleansing gel 的话，你用的话，你会感觉到哇，很多泡泡，洗得很干净，对不对？可是你洗完过后，你会觉得我的皮肤很干的，你会有那个 feel 的。尤其是我不懂男生啊，女生的话是 feel 会比较强烈的。OK，你会觉得哇，好干啊，这个洗脸霜可能不太合适。OK，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一款的话呢，它是不会的，因为首先它的成分比较温和，然后你洗脸的话呢，你除了把你深层里面的那个油脂洗掉以外，它不会给你说很多泡泡的去什么的，因为泡泡多并不代表好的，还要跟你们讲，OK？所以你们想说，你慢慢的去 massage 它，去按摩它，它可以达到你这个保湿的功效啦。而且我觉得皮肤的话，最主要女生的哈，男生女生都一样哈，皮肤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湿哈。你不管是你几岁都好啊，你保湿是很重要的。你保湿这一步做好的话，清洁这一步做好的话，其实你保养品真的是可以。少花很多钱哦，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有这个我们的招牌哦，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toner，OK，我们这两款产品都是 Switzerland 的过来的哈，它们成分呢，尤其是 toner 的话，它的成分是有这个苹果干细胞的 apple stem cell 的，OK，那都知道这个是好东西来的咯，OK，我们自己也是有 test 过的，我们有用这个水润度的那个测试仪去 test 过了，before 跟 after 它是含水量是高达1杯左右的。OK，大家喷了过后，你就大概要去 massage 一下你的脸部，OK，你 massage 一下你的脸部啊，它不会像其他的保养品一样那么黏，它是很清爽，是真的很清爽的，OK，你大概你给你的脸部去 massage 一下啊，它真的是很保湿啦，所以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入手了，去 try 一下，OK，再来呢，再来还有什么？我们公司的话也会把你们18天的收入哈，OK，以每40美金去计算，OK 的卡币的方式去转换给你的，OK，for example 了哈，今天如果说你买了这个罗卡币，然后你保持不卖的话，我们公司也会有这个福利，奖励给回大家的，对吧？这个奖励是什么呢？今天你每天，我们每天会给你一粒糖果，OK，就是我们说的罗卡币，每天给你一粒糖果。然后你一个月下来，我们去奖励你多少粒？奖励你3得利的这个罗卡币，OK，为期6个月，前提是你不卖啊哈，OK，为期6个月，OK，然后呢，6个月有，因为一个月的话，你的账户里面，如果说你本来有100粒啊，然后一个月过后，你账户里面会有130粒，6个月过后，你的账户会变成280粒了。预计总共6个月以后啊，我们以3块钱美金的价格去计算的话啦，会有大概280粒嘛，OK。3块钱价格去计算就有840美金啊，OK，所以啊，大家拭目以待哈，大概收入也会有一个20倍啊，OK。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会我们的罗卡币哈，也会结合我们商银的这个 VIP point 那边，OK，会有进行一个线上支付跟线上线下支付的一个计划啦哈，我们会来一个他选购这样子。OK，我们要跟着潮流走嘛，我刚刚说的。OK，他选过这样子，我们也会招1000家的商家加入最少了哈，最少会有1000家的商家加入。OK，然后每个月的话都会有交易的话，我们产生的哈，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罗卡币的交易量哈。所以你就想，如果说整个市场上哈，
不是只有票选购 在走，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罗卡币数字货币去进行一个交易啊哈。我们讲说它的交易量很庞大的话，整个市场都流通的话，那肯定它价值就会高。所以你说三个月过后半年过后它的价格有没有可能去到三块四块啊？我们说可能会 over OK， 因为我们非常看好这个前景，因为你们大家都懂嘛，想当年 Bitcoin 也是几毛钱几块钱上来的嘛， OK， 然后很多人都把它当垃圾，可是今天多少钱啊？今天它最高去到六万美金一粒，然后现在的价格已经下来了，大概有三万多，我记得三万多现在的价格。所以我们罗卡币就是也来一个 concept， 我们是一个区块链啊，然后价格也会慢慢的去增高。这个是目前我们的 0.01 啊，像刚刚我们讲说这个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平台，一个交易平台 AMPMCX 的 OK， 大家可以上去注册一个账户，如果不懂可以去咨询我们的 customer service， 他会教你们 step by step 的 OK。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价格是 0.01 嘛，我们讲的如果说今天价格低于 0.4 的话，你们都可以入手啦，我们都觉得 OK， 你们都可以入手的 OK， 一样咯，所有的交易都是这样子的，低买高卖 OK， 低买高卖 OK， 这个是你们赚钱的一个方法啊。OK， 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三菱呢也会有一个线下支付的消费回馈计划啦。OK， 我们会有大概有四代的 OK， 有四代的，如果说你今天你消费的话呢，我们会有给你2%的，这个就是 like cashback 这样子 OK， 2%就大概你会拿回一个2块钱啦 OK， level 1 2然后都211然后 0.5 啦。今天 for example 你的 level 3的话，就是你第三层的人了哈，每个人都消费100块的话，如果以 0.5 计算的话啦哈，你大概会有多少啊？我们讲说你的整个有125人啊，每个人都消费100块马币来讲啦哈，你大概会有12千的马币哦，这个是 extra income 啊，所以说是非常的可观哦。OK， 我们除了有这个 cashback 以外呢，我们也会有提供商家的一个回馈计划来，是说商家的 cashback 啊。OK， 我们今天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是公司的人去招商家的话，其实能力有限啊。OK， 但是如果说呢，你们大家分一起去努力的去找商家啊，为什么我们会建议你们自己去找商家？打个比方说你住的这一区 OK， 你住在不中就好了，不中那边啊，100间商家都是你招回来的 OK， 这样子每个人啊，我们的会员我 let's say 假设有1000个会员就好了 OK， 每一个人平均的话就消费50块罢了 OK， 他就有大概5个 million 了 OK， 他的营业额就是5个 million， 然后公司有 2.5% 的利润，然后还有就是推荐人你介绍人你会有 2% OK， 然后你的 upline 会有 0.5%OK， 这个是 extra income 来的哦，你要知道哦，所以这个100千的收入是你的嘞。然后还有 0.5% 是那个 service standard 咯啊，一样，如果说是500间商家的话，50个平均2000个会员，50个一个人消费50块美金啦 OK， 你就有这个数目了 OK， 所以说非常的可观啊 OK， 所以说大家看到我们商赢的这个机会的话，就非常欢迎大家来加盟我们商赢，一起来成就我们的这个伟大的梦想计划啦。